哎呀，阿罗哈，我是哲平，好，又回到我们的北庙系列啦。好，今天要拍什么呢？其实今天是要介绍一个活动，然后呢，其实那个活动哦，是投下一次要登场的一些特殊角色啦。然后投这些票投下去呢，官方会抽出120名投票者，然后会可以赠送一只角色、哦。虽然我知道不可能抽到，可是为什么还要拍呢？因为我今天还要介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啦，哈哈哈。然后就是呢，其实大家如果跟哲平一样，我是玩，我要投他，因为他这个还蛮好用，剑士给予习惯伤害大，上一个，好，算了，先投别的，先看有没有女的，先投一下。但其实你完成这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怎么投票，就进来之后呢，你选择战士啊，里面就有三只角色可以投，然后选择格斗家也有三只角色可以投，这样子。那、反正如果你不知道投谁的话，就全部都通都投女生吧，我女生都不错哦，像她应该就蛮可爱的哦。好，等一下哦。然后今天还要教大家另外的东西是那个，看好可爱哦，超可爱。那今天要教大家另外的东西就是最近就是有一位观众朋友告诉哲平说，你也是玩枪兵嘛？大小手也是枪兵。枪兵的话一般来说攻速是很慢的，然后其实。就是有时候戳，就是会延迟很久，然后他给我一部影片，那个影片人教我怎么办克制这个延迟度，所以我等一下就来教给大家一下吧，应该吧，就大家都没玩枪兵就好笑，呵呵呵。好，然后这个活动呢，请大家赶快参加哦，虽然可能不会被抽到，可是，让下一次系列出来更多女角的话，大家应该都会很开心的，哈哈。而且他这进来的每一个都有故事，而且角色声音都蛮好听的，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前奏前进。看到没？这么可爱的人，一定要投他啦，对不对？这个吃肉女的话，这一次就有出现了嘛，所以就让那个女生下一次出现嘛，机器人就拜拜了。妈妈她黑，她说肚子好饿啊！你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的事啊！喂，你还真硬呢，全身好像都没有可以吃的地方。哇，吃货啊！无法使用，我无法使用，这可以向你保证的。我经过了防水加工处理，但若是超过极限，还是有可能会生锈。这是堂堂正正决胜负啊！你哥，嘎嘎嘎！这种情感是原来这就是好想吐槽的心情是吗？快投海鸥，就投海鸥就对了。好，然后呢，这边为大家介绍的是枪兵的一些技巧。你看，枪兵其实在打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直捅，所以这样延迟嘛。所以那部影片教我们的方法就是，你在按第一次攻击的时候，他拿起你的长枪的时候呢，你就按技能不是按住嘛，对不对？你就按下去，然后按住，他马上就会抽枪了。那我们来实际打打看吧。就可以打得比较快一点，他会实际抽枪看啊，打来打有没有，就是变比较快，有没有，就是刷刷。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呢，要诀窍就是慢慢去习惯，就是他打起来的时候你就按，那打起来你就按，然后打起来你就按，这样就会变很快咯。所以各位朋友可以好好试试看吧。其实今天这部影片是帮海鸥拉票，再来就是呢，好好的帮海鸥拉票之后，就好好教大家怎么使用枪兵的无延迟打法吧。可是就这样，你看哦，打很快，狂戳，然后酷的兵就死掉了。所以这对于有些人可能没有拿到很好的战士，或者是没有很好的那个什么的话，这样这个方法是很快的哦。所以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给我的影片介绍啦，好不好？然后也如果之后有更多好用的招式呢，也不要吝啬，好好贴给我啊。如果大家比较看不懂的话呢，我还是会把它拍起来介绍给大家，就是这样会比较好打啊。看当枪兵戳，一下子怪物就死光光了，所以是真的还蛮好用的。
那记得哦，如果你要投票的话，一定要打完这个王冠，你才会有票权哦，不然就哈哈哈哈。你看，同哎、欸，我同哎、欸，我在同，冲投超快的，这就是无延迟模式，无接缝模式，先同你。然后可是你要记得、哦，如果你要用这招的话，也不是站在原地就给怪物打哦，就是还是很可怕的，所以你还是要去闪招之类什么，然后放大局什么之类的，这才是这个游戏的精髓啦，好不好？那就把这个打完再说。痛哭我兵，哎呦，这边有陷阱啊！你看，这样就很快，要不然你看原本打的话是这样，这样超慢的，对不对？然后你看用了那招之后呢，就变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差哈，其实实际打起来的话，你就会知道很有差了，是真的很快、哦。而且我发现电脑版好像比较好按，手机好难按。好啦，那各位朋友呢，想要试试的话呢，哎。不要这样嘛，让我打一下嘛。哇、哦，海鸥真的好强哦！大家赶快来投海鸥哦，帮海鸥拉票，帮海鸥拉票啊！结果到时候自己也抽不到。好，那各位碰友们呢？如果之后有什么更多的那个好用的技巧影片啊，都可以贴给哲平我参考，然后我会再拍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来给大家看的。然后各位玩枪兵的朋友呢，想要练习这个的话，一点都不难哦。你就等他举起枪的时候，你是给他按住那个技能的长压键，你就可以使出这个很快速的戳戳攻击哦。那各位朋友们，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啦，拜拜。